学姐，老师都说剧院里唱的最好的一个白娘子，可是剧场后台着火给烧死了，真的假的？瞎说什么呢？会听戏吗？再说一个我听听。来来来，大家都集中一下。何老师，这位就是新来的道具师傅吧？对头，姓卢，姓陆。 真他妈晦气！陆师傅，您这里头都放的什么呀？这里头啊，都是道具，等我收拾好了，到时候给你们都带上。哎，大老爷们儿一天天净捣鼓些脂粉玩意儿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里头啊是有讲究的，这梅花第一层就变了标记，这媳妇端了一扎就换了身份。那是不是就跟我这枪一样？ 我换个方向，这打出来的窟窿都不一样。你说你姓孟？姓卢，你听错了，少爷。哼，这姑娘，你这身武旦打扮演的是白娘子吗？见笑了。不见笑，不见笑，硬是漂亮。 杜少爷是杜雷生的独子，挂名在咱们学校念书的，跋扈了些。您别太在意啊。哎，到了。陆师傅，里边请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道具房。哎，陆师傅，那边是您休息的地方，您先休息会儿，我先走了。好。 辛苦了哈！哎，那个姓陆的道具师，浑身上下都让我膈应，改天找。
找个机会把它开了。你又何苦为难他呀？我现在就想赶紧拍完这毕业大戏，离开这鬼地方。说来也奇怪，怎么偏偏全校师生抽出来又是白蛇传？桃溪，我今天早上听人说啊，昨天晚上有人听到化妆间里有女人叫，吓死人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昨天化妆间不是没人吗？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衣服都没换。舒曼，你还真够入戏的。待会儿可别叫啊。说什么呢？你好好看着，我先帮你试场戏啊。哎，少了张脸谱。哎，要不然你试试这个。哇，您这颜色正。这脸谱啊，还行拿手一笔一笔的画，它料子薄，吃色。等画得多了，它颜色就鲜艳了。
试试，到底是老道具师啊，您手一碰这些啊，眼睛里就有神。走吧。陆师傅，赵荆州呢？他昨天好像哪儿磕碰了，回家擦药去了吧？你有事找他？哦，他玉掉了，这不他命根子吗？他怎么也不打声招呼？今天他要试戏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何老师，马上就要毕业大戏了，咱们赶紧排练吧。是吧？没事，幸亏我手快。你们继续排练啊，这道具也会伤人的，你们都注意啊。哎，陆师傅，陆师傅啊，您都看到了，这些学生啊，技艺太盛。您看好不好把这些钝器再磨得圆滑一些？哎，要定。带上他，你就是主角。苏满，其实我们都觉得你比他唱得好，你才是主角。他毛病多，不带别人带过的东西。没关系，台上不让，台下还不能过话瘾嘛。我不说没人晓得。我没演过白娘子，只演过小青，可她的词儿我可都会唱啊。听你哼哼过，不错。你要是不唱主角太可惜了，要不班上试一下。
我再给你补下妆。陆师傅，您这手艺可真好。这白娘子还是我最合适。啥子不该看的东西，我肾脏，我肾脏，我肾脏。看来你还是不适合演白娘子。剑不都磨圆了吗？怎么还这么锋利？差点出人命，知道吗？真的磨了，你看这个人。我看个屁呀、啊！这才几天，不能干，赶紧滚蛋！别再拿人命开玩笑。你看你大惊小怪的，我这不没事吗？陶西，你怎么不小心点儿？你心疼了？哎，陆师傅，回头我们把所有道具再盘查一遍啊。要得，要得。刚刚跟姓何的说什么，我可都听见了。发梢像狗啃的一样，难看死了。还有这墨汁，都渗到我眼珠子里了，我能看见什么呀？今天周末，我爸在家里宴请各路乡绅富豪。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啊？我约了何老师排戏，今天在台上，我嗓子你也听见了，有的练的。你不唱的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你也得休息休息。一台戏等着我撑着呢，我这个主角都带够，那其他人怎么打起精神来？别娘子早。杜公子，你轻点儿，这个道具可是小弟捅的呀。疼疼疼，破木头棍子有什么可疼？一来这儿就浑身不自在，晦气。这话可是要不得，这道具跟人久了，跟宿舍的筋骨接触，他就附体你了。你不好生对他，他不仅人气，反而天天跟着这冰冷的地面挨着，他跟你就不亲了。我最烦你们这帮唱戏，一天到晚神神叨叨，一群戏子还真把舞台当人生，卸了妆谁他妈认识你？快走。惹恼了老子，我再给你放把火。不好意思。冰娘子，这周末还来排戏吗？嗯，我约了何老师排戏。舒曼和荆州也不知犯什么毛病，既然不请假就擅自离席，我还说找他们排排戏呢。怎么这么久，油漆味还没散尽？嗯，是啊，一早上这门呢，我都开了半天了，这味儿还是散不尽。您洗什么呢？
一块沾了蜂蜜的布黏糊糊的，我给他洗一下。您还真是什么都做。这是您的手艺，冰娘子，还和你的一般。陆师傅，真有您的，果然是道具师，什么都难不倒你。应该的。法官煮好之后，我用梨花木沾上松香熟了半天。陆师傅，我以前真是小瞧您了。我有个女儿跟你一般大，她也是个戏精，看到你班上，就像看到她一样。您说您来学校找女儿，也不至于办上。别说妞妞了，咱俩20多年的交情，我都认不出来。妞妞的老汉死了，我没有脸见她呀。那也不至于跑这儿来当个杂工吧？您有手艺，咱们这行里，切莫这行当，您算头把交椅。现在是乱世。我没有钱，没有枪，要等个耗子。人来妞妞，她在学校里也抬不起头来。哎，能看见她唱戏，我就开心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像我。那您闺女生的肯定很俊俏。多谢。抱歉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凤凰，小姐慢走。我叫我望穿秋水，想断柔肠。恭喜小姐，这些时日的修行终于如愿所偿了。陶西，何老师眼中只有一个白娘子是吗？他们旷课的旷课，代工的代工，只有我踏踏实实的对你。你现在这样，让我这2年的努力置于何地？Thank you.
位美女，王总见。他就接了。尹伯伯、赵伯伯。哦，田总啊。怎么不见舒曼和荆州啊？田龙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是啊，前两天我还听荆州说，说是周末要排练，暂时不回来了。田龙，你怎么不去陪陶西呀？啊，我前两天跟他闹了点别，没什么事儿。哦、啊，二位慢用。是不是觉得我一副小白脸模样没亮了啊？对，我没亮，也没酒，我天天为了场戏要看这帮学生的脸色，要看他们爹妈的脸色，我就是为了导场戏，就为了能在这戏剧院干下去，在这乱世里啊，苟且的唱唱戏，教教书。陆师傅，有件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憋得难受。同学们，来，安静一下啊！今年迎新晚会的曲目已经定了，川剧《白蛇传》。大家都回去准备一下，三日之后我们开始选角，都散了吧。瞧见没，咱们众星捧月，全班都得给人陆美兰配戏。就是京剧、越剧、昆曲都有白蛇传，怎么偏生唱的这出？何老师未免也太过偏袒他了吧。咱俩的地，任何一个人打个招呼，你什么角拿不到，干嘛非得跟个乡下丫头置气？她哪是什么乡下丫头啊？老师们宠着她，同学们恭维着她，都说她能成角儿。是姓何的宠着她吧？
时局动荡，你识相就早点嫁给我，何必单恋那个戏子呢？你整天没事干，就知道拿着凶器招摇过市，我嫁给你做什么呀？干正事那我也得稀罕你，嫁给我别说是白素贞，就算是观世音我也能让你一眼。想唱戏的学生不少，可是真的有天赋，肯吃苦的不多。她是我见过最有仙气的白娘子。这样会更好些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不小心点？你的唱词和形体啊，都是班上最好的。要是现在累坏了，伤到你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去吧。安静安静，大家都准备一下啊，我们马上开始选角。王爱书，再气住你，再偏爱你，你架不住这帮老子手里拿枪拿钱的。怎么了，我的管事爷？谁找你了？特殊关系吧，据说是傍上了何老师。想到一个乡下丫头还真精，我看是没羞没臊吧。是不是你乱传话呀，姐姐？别人说你都忍了，怎么我小青说一句你就不得了了？还真把自己当娘子了怎么着？有种做，没种认呢。你闭嘴！身段确实是同学中最好的，但是唱词总不在调上。真的吗？我的身段真的是同学中最好的，比美兰还要好。是是。陶旭同学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想和你在一起。
思。早些年，我经过两次大牢，可我没有做过任何伤良心的事。骆志王，今天你油下的再狠点，火让他们喷大点，好看。水火无情，稍有不成就要出大事啊！哎，没事儿，那座儿喜欢。师傅，我就求您这一次，这个锅要是背在我身上，咱们整个剧班都得完蛋。陆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美兰，等她长大了，我亲自给她组班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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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。陆犯莫山，刑满释放，你自由了。没成想，这一坐牢就和牛牛分开了4年。停车！停车！快停车！陆师傅，张班主，何老师，这位是，我们戏班里的一个杂工，因为岁数大了不方便跟着我们东奔西跑，所以就介绍给你们了。哦，能跟我老孟就好了。哎呀，孟师傅是上海人，苏北来的，不知道跟谁学了一嘴的上海话，戏班里人都叫他孟上海。这个得我带二位到学校转转。行行行，这边走。何老师啊。老孟辛苦了。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唱词和形体啊，都是班上最好的。要是现在累坏了，伤到哪儿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来，继续吧。怎么了，奶奶？今天选角，可是我这身行头怎么跳都觉得很吃力。是个，这个皮太长了，穿起来肯定不灵活。白娘子修行千年，穿这么长的皮，肯定灵活不起来的。那您帮我改改。好好好，改改改改改，好干好干，走走走走走，来啊。孟师傅，你有孩子吗？有个小子，在苏北做行商，总是忙，也是聚少离多。孟师傅，你眼睛花了？花不花日子吧，今年都50了。那可巧。您跟我爹可真像，我爹今年也是您这个岁数。那你爹他都是为了我好。
来，你说啥子嘛？明天你干什么子？我听不懂哎。没什么，莫师傅，我是来向您道谢的。真人不露相，您的手艺真好。不过您一个上海人，怎么会对川剧的道具这样熟悉啊？混口饭吃嘛，艺多不压身，对不啦？身段这么好，什么角儿演不了啊？就连何老师都格外照顾你，你何不照顾下我们？就算不让他演白蛇，何老师也会给他安排个波童，到时候我怎么办？那还不简单吧，把他和他姘头的事往上一捅不就得了。哎，你们都看到赵荆州和陆美兰没有啊？没有。孟师傅，您瞧见美兰她没有啊？么子？不止白娘子，现在连小青、波童都一并不见了。你说，这独角戏让我怎么唱啊？陆同学，你不要脸，何老师还要呢。有些事情说出去对他不好。再说了，何老师都说我是全班同学身段最好的。那我演青蛇还不行吗？你说这事会暴露吧？暴露？整个城都是我们家的，暴露了又能怎么样？再说了，我把那老头打晕了扔县城，有他替我们顶罪，不怕的。
谁了？有人找你。快走。陆师傅。他们利用现场残留的一枚烟头就草草的截烂，他们也不想想，你一个杂工抽得起那么好的烟吗？我找了顶好的律师，这才把你改判成玩忽职守，只判了3年。陆师傅，你要保重啊。3年也好，30年也罢，我李牛牛没有了，回不来了。是我的恩人，有什么帮得上忙的，您尽管说。你帮我查一下，那烟是啥子牌子？这个学校都拉过抽这种烟。嗯。甚是挂念，我整日忙于排练，学习压力颇重，幸而遇到魏君子，亦师亦友，得此知己，已不觉得寂寥了。盼与父亲早日团聚。父亲，近来一切可好？告诉您一件高兴的事情，我演了白娘子，学校里来了一位姓孟的师傅，他跟您很像，这次选角多亏他帮忙。想过为他报仇吗？陆师傅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
近来，他坟前总是多少些这样的黄花。我不知道名字，但看着这些花清雅的样子，总忍不住觉得像他。这叫木香花，是配做悲娘子到秦城山修炼的仙女。牛牛小的时候没有头饰，她头上戴的就是木香花。我早就该想到，同是四川人，同姓陆，你当然该是他父亲。三年前，扮作孟师傅在学校做杂工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杀死的是你女儿。想到报仇，当然有。他每来下葬的第一天，我就买好了酒。这个是杜天龙的，这个是陶溪的，这个是尹淑曼的。这个是赵景州，而这个是我的。你为啥子不动手？是不敢吗？他们都是我的学生，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，不能再犯了。
陈老，陈老，我是金州啊。金州，是你吗？金州，陈老，金州，金州，陈老，是陆师傅，你快去，小雨爸爸抓他。他是那个唱白娘子的父亲。3年前那时之后，庙里的师傅就说了，我的羽翼里生就会出事，我还不信。那天在化妆间，不知道看小何道喜的人是你。我只是想试试陆师傅画的脸谱，然后你们就进来了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你们钉子扎破，最后被你们发现了，就装作道具摆在那里。天龙，快，你快出去吧，你去通知我爸医生，让他来给我收尸吧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我都能感受到无数个蚂蚁在咬我。金钊，我就是想试试变脸，我就是想找我这种戏。金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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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撑住，你撑住，我就去找人，找人救你啊。跟你说过，道具要善待，枪很危险，想放下。想晓得啥子，我可以告诉你。我知道你是那个陆美凡的爹。怎么着，你还能弄死我呀？你应该还晓得我这个称呼，孟师傅。你要干嘛？娃娃，你有父母没有啊？我爹是大军阀大司令，你要是敢碰我，他一定会毙了你。我妞妞临死之前，你是不是也跟他这么说的？啊？你们这几个娃娃也是父母生养的，凭啥子你们不是，就该我的妞妞死？是啊，我们就是弄死他了，谁让他命苦，他活该。别过来了，别过来啊，别过来。他们两个，我心头也堵得慌。原本是想就此罢手，放过你们几个。可是你刚才说的“我妞妞命苦”那句话，实在是挖人心窝呀。Thank you.
心无数次想一死了之，我是想想你们这些龟儿子就跟啥子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我死不瞑目。就放了他。Yeah.
走，快走啊，快走！丫头，那个姓赵的小子快不行了，你去看一下吧。他也喜欢唱戏，他叫陆美兰，跟你是同学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有意要害死美兰的，我根本就不会唱戏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变成他那样，讨老师们喜欢。我真是羡慕他，大家都喜欢他，老师们也愿意听他唱戏。他只要一上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。他唱得好吗？好。白娘子，你这身行头都收拾利落了，要不咱们唱一出？好啊。他们之前都说我没天分，我最近苦练功夫，您听听瞧。来，走一个。不信你放心。
病人，该吃药了。人呢？五号病人。都随了您愿了。随我啥子愿？我就是个收你的，捧了一辈子切磨，养个妖孽，就指望他活着。现在妖孽没有了，切磨也被我弄脏了，到头来还能留下些啥子？在河边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杀了我，你那几话天衣无缝，本可以报万仇，销声匿迹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杀人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女娃儿的爹，现在娃儿被他们祸害死了，我过不去这个坎儿。那个姓尹的跟梅兰一样大，看到他遭罪，就像看到梅兰遭罪一样。我原本想把他和那个姓赵的小子一起杀，可是每当举起刀，就觉得跪在我面前的是自己的闺女。何老师，就像你说的，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学生，无路抹山；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，我心头有愧呀。所以你放了我，你想死吗？除了报仇，我就没打算活。我晓得妖女喜欢你，心上念叨你，你身上肯定有啥子，看到她高兴，想想也就算了。可是我有罪，我手上沾满了鲜血，这是我做父亲欠他的。你不一样，你要答应我，把老辈子留下的东西好生传下去，这个孽到我这儿就断了。我一个糟老头子有了罪名，下地狱也不足惜。你不一样，你还年轻，记到千万不要为了角色唱戏，做戏先做人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，你就晓得了，角色不重要，演活戏就在你心头。把戏里门道传下去，也算了了梅兰的残念，就是忘了吧。何老师，跟你活就挺好的。下辈子再做我的姑爷吧。莫山明日枪决，卖报卖报，谢老板。卖报卖报，陆犯莫山明日枪决，给老板看一下。卖报卖报，陆犯莫山明日枪决。好，好，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一点都厉害啊！再来吧。
也算了了，没来残念，就是。